他那些没有看过我的第一次看我的，会不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会不会搞不清楚什么是2044，什么是70岁？我现在解释一遍。不要不管他，还是都当他不管了。你管你来了就是梁家主是吧？是。这样就简单多了。其实也真的是随口说说的，在上次在多久之前，不管。在台上随口说，然后呢就有人就认真起来了，就真的说等你啊，等你啊，等你到70岁。我看到我都有点紧张了，赶紧紧张啊！70岁还能生孩子吗？现在你们认真起来了，我也真的认真的好好去考虑这件事。我也尝试去做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毕竟你说呢，等到70岁再来当一次，我可能有点困难。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所谓的70岁的约定在今天举行。要不然你们七老八十来开演唱会吧。还有一件事是，我潜水知道吗？知道，就你吗？放点东西。真的很浅。然后我看到一个面圣馆，跟你们的面圣馆不大一样，它是个比较年纪大的啊，面圣。知道我在讲哪个吗？应该就是你。他长了一个哇，就是写了一篇文章，文笔又很好，就是很好。看到我真的是，我跟你感觉一样吧，应该是。我就很想，在他就是可以来开演唱会的时间早点办，早点办。本来要好几年筹备的，马上就好了。希望不管他现在在哪个角落都好，这个演唱会是给你的，他也不单单是给你的，是所有听的现场的朋友，还有支持我的朋友。好了，行了，来吧，什么都没唱的。